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呢总是苦多乐少的，所以佛教教我们要离苦得乐。那我们该离哪些苦，得什么样的乐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您在上次里面提过说，佛教总是认为人生是苦多乐少，包括生也是苦啊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怀疑啊，说生，尤其生了一个宝宝，大家都说恭喜恭喜啊，可喜可贺啊，怎么会是苦呢？这个佛教讲生老病死，这是苦，这是基本的人生的现象。生命，它这个生呢，是个生命的意思。嗯。出生的时候，你我他任何一个人都不记得究竟是苦还是乐，自己不知道的。但是对一个母亲来讲，生产的时候啊，就是阵痛。生产的时候是对母亲来讲叫做母难。嗯。并不是一种快乐的事啊，生产以后要有一段时间调养，要休息，表示就生产这桩事就是苦的。那这个婴儿自己究竟苦，知道苦不知道苦，谁都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如果从这个从这个人的皮肤啊，在第一次接触到空气的时候，他的感觉就是非常嫩的皮肤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空气，他会不是很舒服的，就是但是呢这个就非得出来不可。所以小孩子一出来多半是哭的，是哇哇大哭，多半是哭的，他因为他很不舒服，但是呢哭对他也很好。哭的时候他能适应这个环境了，就是那么这是一个出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已经不记得，就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究竟是苦不苦。嗯。可是呢，我的母亲究竟是个痛苦还是快乐，我相信是苦，而母亲也这么说，我生你的时候好苦哦。我的感觉是，阵痛的过程是很苦很苦，真的很痛。有人说痛不欲生，大概是那种感觉。可是生出来的时候，好安慰，很快乐，很快乐，很安慰。因为苦解除了，然后，那种就特别觉得好像很快乐。这个就是因为苦的结果吧，苦解除了，嗯，就好像是说，爬山爬山爬得好辛苦好辛苦，一爬爬到顶峰的时候，不需要爬了。好快乐，这个好快乐，就是因为这个苦难解除的这个快乐，这个压迫感解除了的快乐，并不是说另外有什么另外一个快乐出现的。所以说呢，出生呢，就是苦的一桩事实。但是这样子一讲啊，好像是人，这个没有。没有什么有意思了哈，没有什么乐啊，没有什么快乐的事。对，最近从佛法来看，人生有没有什么乐的呢？人生的乐呢，只有啊几种啊，一个是呢，乐乐，乐这个五乐的乐啊，嗯，这个五乐就是眼睛看到美色，耳朵听到美音，嘴巴尝到美味，身体接触到这个柔软的、细软的、温柔的、细化的一种触乐啊，还有呢，心里边呢叫赏心乐事，跟人家谈话，谈得很投机，或者是呢发现一个新的一个成果，或者是新的一种事实，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这是快乐，这是心里边的快乐。所以这个呢都是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啊，这叫乐，这个乐啊，乐是这个欲望的乐乐，乐这个乐乐啊，是
乐之中是带苦，但是自己不知道苦在里头。这个乐事实上也带着苦在里头。带着苦在里头，这是相对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很不容易看到一个人长得好美啊，觉得蛮欣赏他。那这个呢，因为这个看到的少，所以你会觉得快乐。如果天天让你看到的同样的美的东西，你不一定觉得快乐。就是美女天天在你旁边，美男天天在你前面，每天让你看一个够，你不会觉得一看看到的就是那么快乐。这个是一个相对的，就是像你刚才讲的，说生产的时候，生产完了以后呢，你觉得很快乐。那这个呢，也暂时接触的时候，你觉得快乐，就是接触多了以后，这个快乐是不存在的。是。所以这个五欲的乐，并不等于真正的乐，而且是呢，乐是暂时的，这会是无常的，很快就过去的，而苦呢，倒是维持的比较久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叫做定乐，禅定，禅定的快乐。定乐要比这个欲乐啊要深要强，因为那个是对身心的负担，这个身特别是身体的负担呢、啊，这个身体我们有沉重感了、啊，或者是有病痛啊，有一种不满足的需要满足啊，那这种快乐，那么在定中没有，这心。已经摆脱了身体的负担，这个时候觉得无负担一身轻，一身轻，那这个时候是快乐的。但是这个出定以后，身体还在的。另外一个叫解脱的乐，那解脱的乐就是说没有烦恼了，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的心理上的负担来给你困扰。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快乐是绝对的快乐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欲乐呢可能带来短暂的快乐，可是更多的是痛苦。那么值得我们追求的可能是真正的解脱乐。那如何能够达到解脱乐呢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。